在三立新闻网上面，安大明星帮我们分享一下。我有分享。对，呀呀呀！所以真的是安大明星啊？是啊，对吧？没有啊，没还没进来。维纳斯来叫一下，快点！真的吗？为什么不？赶快去帮我处理一下。哦，一分钟才开哦，那刚刚是骗人家的。哦，你现在见你这样，怎么可以？我还以为被你耍了。那我跟你说，他那个他当制作人的第一集就是你哎，啊，真的吗？对啊，然後希望你收视长虹。就是哎，焦大哥他不理我，希望他说希望收视长虹，这是你第一集啊？不是，说他来这里上班的第一集的安安大明星就是你，来宾就是你，今天吗？哦，是上一次哦。你在独家宝贝那时候是那个在房间小小的。对啊，那时候我们去看。哇，你越做越大哎、欸哦。没有，就做到现在在台上，你看。对，改天我们就要去小巨蛋。这么多观众。是啊，这边都百多个、两百个吧，应该有。等一下，我们泽哥在哪？你们不看到？开了。开了吗？然后我们一分钟就进来了。哎、欸，你竟然没有带书哎、欸，还好我有带。我有带书。我真的吗？真的、哦。我都带银的。哦。好，我们来介绍现在写真营的那个概念。安大明星好开心，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大来宾谢佳健，耶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健，耶、yeah, 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哇，你的安大明星越做越大，真的，你是第二次来，然后你有发现我们在那个就是做节目的地方不一样了吗？对，已经升上神台的感觉，真的，因为你现在已经从那个鲜肉变男神了，然后所以我们就把你送到这个地方，谢谢，有什么好意思哦？对啊，今天谢佳健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对那个安大明来说，这个安大明星的那个制作团队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你算是。安大明星成为安大明星之后的很一开始的前三集的来宾，对，所以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仙女要来给男神致意一下。仙女是？仙女送了一个花来欢迎你来耶！哎呦，快点，哎呦，对，哎呦。因为看到他太开心了，谢谢，对，叫人来就好了，对，谢谢。他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大制作人，I know， 海豚仙女，谢谢你的花，好香哦。然后其实仙女也是蛮喜欢你的，仙女现在可以，她故意跑飘走了，对啊，仙女先不要走啦，仙女不是应该男神要回敬一个什么拥抱或是什么？要，必须的。虽然她平常工作就是有一种，哎呦天哪，好，这是天上人间的画面。仙女跟男神的拥抱，好，谢谢。哎呦，哇哦，你有花哎，而且很香哎，真的啊，因为你也是香香的啊，所以就送你一个香香花啊。OK， 然后你今天都一直在跑通告哎，我今天跑四个通告啊，好好哦，真是这么忙。
元气满满，没关系，看到你更。我知道，我们今天就是非常开心。然后佳健今天来最重要的是快点借你这本是那个、我的第二个写真集，对，我是对啊，我的书不是写真集，是关于我的在台湾的点点滴滴。当时怎么会有想要就是出版这个作品的？其实老实说，我拍完那个我的宝贝四千金之后、不是大家都很憨嘛，那时候对。就是出版社就找我，就是那时候就已经跟我聊说要出写真集了，当然已经有三年了吧，我们隔了三年才做这件事情，哇，因为那时候都真的很忙，我想说要写书就一定要好好的沉淀去写，因为我那时候跑到澳洲去写，你说里面那些文字是在澳洲完成的，对，我拍完独家保镖，然后就去澳洲了，然后就完成了这本那个第二个家健，没错，第二个家健就是家健其实是一个很有心的人，然后他、这个第二个家就是你现在在这里的地方，对 对,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家健就是好像就跟大家相约在这里的一种那种小小的那个亲密约定这样子，对不对？是真的，然后里面的照片也是台湾很多我很喜欢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很感谢台湾，因为给了我很多我从来没有拥有的东西、比如说人情、比如说快乐，真假的感动、人气快乐，你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天天都很开心的人哎、我双子嘛，可能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就又变成另外一个很安静的我，天哪、可怜的 Uni， 然后每天看他爸爸就是所以他都很乖的陪在我身边哦，是哦、好哎，那感觉上来说，台湾带给你很多那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感动，我还想说啊，我第一次那个跟佳健在那个记者会上，我永远记得就很好玩的一点问题，然后他就说啊，我在这里最开心的是我可以穿皮衣这样。真的？你说说你的家乡就是你从小到大都没有那个穿皮衣的？我没有皮衣啊，我就觉得哦，这么热穿皮衣是要弄死自己吧？真的吗？憋死啊！但现在后来在台湾，就自从拍了《宝贝四千金》就开始一直穿皮衣，然后大家忽然发现，好帅哦，真的帅差，帅到一个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境界了。谢谢谢谢，真的真的，所以在那个演戏的这件事情里面，让你带给你很多离开家乡以后那个不太一样的人生体会。嗯，是的，包括连那个天气都不一样。天气啊，我很喜欢现在这种天气。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吉隆坡那边，一直在你的故乡的话，你就一辈子都穿短袖。夏天，一辈子夏天。短裤、背心。好、然后就是，所以如果那时候有拍写真集，就是满满的裸照。嗯，应该不会有这种东西吧？哦，真的吗？嗯哼，就是没有穿啊。没有穿，在家里都可以不用穿啊。啊，真的很好意思哎，都是这张。其实真的还好哎、我也觉得啦，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就不是那种很喜欢健身，然后六块腹肌什么的，对、啊、比如说这在那里面那个就是最孙庆月就有露了应该哦，有哎、对吧，对，他还在那边刷牙，是啊、你这也是有认真去在那边看书，有啊，你也有啊，你也有啊，你有，我没有看书啊，你没有，但是你有穿那个围一条那个我一条毛巾被啦、哦、那个是被子啦，盖了一条被子、所以你是一个很注重睡眠品质的人吗？非常，我很注重床，我床就是只要没有洗澡回到家都不能上床，不能坐，我很怕人家坐我的床哦，真的哦，所以这是某一种小小洁癖的概念，是是是 是, 是，所以要一定要香香的才可以到你的被子里面，好像屋里都没办法上，真的假的？对啊，我都不让他上来啊，他最多两个脚放在那边趴着看着我哦、这是他不能去跟你玩，就是不能上我的床了。他知道吗？他知道，但是有几次我门没有关的话，我如果下去楼下买东西上来，我就发现他在我的床上，因为 他很喜欢我的味道。然后呢？那你会怎么叫他下来？他就会知道自己犯错，就、对，就趴着这样。真的吗？不敢看我。可是他还是会趁你不在的时候偷偷那个地方去闻你的那个香香。对啊。哎呦，那他常这样吗？常。因为你都故意给他去啊，你也是人很好。没有啦，我是想说他还是要给他一些温暖。他是你在台湾最重要的朋友。而且是你的女儿。女儿。对啊，然后你就有这只狗以后，然后整个人生也是开始大旺。很厉害啊！谢谢他，谢谢他。然后那个谢谢佳健，真的啊，佳健在那个这个圈子里面，应该是合作过的人都会对你
的那种好人缘啊，然后还包括你可能跟粉丝之间互动的那种很亲切自然天成的那种，就是没有刻意要给别人做做感觉，这件事情应该都很有、嗯、会不会太直接啊？也不会耶、欸、就也都还不错啦可能双子座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借家见账，回家的时候就在那边又在那边开始在那边纠结。嗯，纠结倒还好。真的吗？嗯，会反省。所以你不会听周杰伦的歌？好冷哦。也会啦，周杰伦还是我小时候的那、啊、小时候就是你在那个还没开始入行之前、嗯、已经入行了啦、哦、入行的那个初、嗯嗯、还没开始入行是王菲啊什么的哦，张、嗯、国荣啊。哇，那你自己也很爱唱歌吗？嗯、喜欢啊。可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在台湾没有而已哦。对，在那个其他的地方还是有小小圆梦一下。有啦，有唱过跨年演唱会啊什么的，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地方、嗯、哦。哎、欸，不过那个今天嘉健来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两天就有机会去跟那个喜欢你的朋友读者见面，对不对？对，明天最后一次的签书会啊、哦，酷哎、欸！两点会在台啊，会在高雄的梦时代2:30，在高雄，高雄的梦时代，然后7:30会在台中的诚品3楼哦、嗯、就是有一种一天跑两个地方。然后刚刚谢佳健有偷偷说就是去那里就是没有吃一点美食其实也不开心哦。我觉得去到那个高雄或台中就是一定要吃美食啊，我很喜欢去台中啊。台中哦，对，找那什么情有独钟洞啊你现在讲完了、啊、如果不小心有人听到的话然后那个明天你就会有吃不完的鸡脚冻。别别别别，你们不要那个麻烦。对，你要赶快跟他们讲，不麻烦，麻烦因为我还要拎着回来，因为通常去我自己开车，我可以放在车上。哦。要不要坐高铁太麻烦了，因为工作人员也麻烦，帮我拎的话。是。嗯。哦，对啦，自己开车也比较神秘。嗯、坐高铁要一路要一直从台北上车拍照，一直拍到台中。对对对对。也算是蛮辛苦的。我还特地会去台中吃那个寿喜，那个就是日本料理，有一间我很喜欢的。是哦。嗯。我讲你的粉应该都知道，知道他们随时都那个埋伏在那边。哎呦，应该有吧？你有那种突然去，然后发现，你们怎么又找来？是这样？有。但你有先预告吗？没有。可是你那个啊，你自己的平台上面经营，其实让大家感觉到说，你这个人一直活着，就是、哎、就是每天都会让大家看到你。其实我有在矛盾这件事情，怎么说，我会觉得一直每天这样子啊，大家会不会觉得不够珍惜，或者会腻、哦？你不要这样子，他们今天等一下开始留言说不会，然后你要多一点。想说我应该消失一阵子，有些就是哦，久久一个月两个月才出来一次，冒出来。就是突然间什么3天一张照片，5天一篇文章这样子，应该要改一下这种政策吧？不用吧，你有时候一天就狂 po 个100张也 OK 啊。楼下面有人留言吗？有啊，不要吗？不要，还是 OK， 不会，大家都喜欢，就是不论嘉健做了哪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在那个很多粉丝的心中的那个地位已经是不可动摇了。有啦，有一些。怎么了？他们去哪里？你说把他们叫回来。没关系啊，我就是可能就无所谓。没有啦，就是长大，念书为主，或者是工作为主，就不会再追星了、嗯。也没有到，就是他们跟你在互动跟相处过程当中，我相信得到都是一些很愉快的经验。我希望带出来的 message 讯息是这样的，就大家是正能量。有啊，因为每次跟嘉健在一起做活动、嗯，我都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些就是。笑容啊，哪怕是他们的尖叫甚至于说他们的等待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是很有耐心，带着很多很温暖啦，很温暖，很有爱那样子、嗯、然后看到你的时候每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些状态也都让别人觉得不会不舒服。是是是，因为有些粉丝其实可能会稍微比较激烈疯狂，也 OK 啦，但那也是一种态度你的粉丝都不会尖叫的。我粉丝蛮就是很规矩，就是很可能自己我自己的能量给他们的是这种感觉。那你下次出去狂野一点、我觉得很难欸。真的吗？除非我今天换了一个歌手身份 Rock and Roll、哎、那你下次就 Rock 一下、哎、不要你看你又不要然后那个所以嘉健觉得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的这个也算是一个自己还蛮喜欢的，还蛮喜欢的。好，其实我们今天来最重要还是要跟嘉健聊他的这本写真书嘛，因为有这个写真书才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让他来这里参加节目，不然每天都说哎，我们找谢嘉健来，然后制作人都说你要找一下谢嘉健，我说好啊，但是要干嘛呢？对，嘉健也会说好，那嘉健说那我们要来做什么？对啊、嗯、对，我想说为什么没有找我。对啊，那你哎，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这本书的话，然后你今天来安大明星，因为安大明星就是一个就是从头到尾就只有一直在聊天的节目。真的啊？对啊，不然你想要哎，我们可以聊吃的啊，你可以放一桌东西也可以吃啊。来人啊，先送一桌来，
然后他今天脚刚好在痛。哎，我今天才知道这边二楼有煮饭的地方，就是煮是餐厅。餐厅，你现在想要什么？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很忏悔。现在3:10，你要的菜我等下就立刻帮你打来。啊，我很惭愧耶。不会，你想吃什么？我来这里拍这么多戏的都不知道。你想吃锅吗？还是想要吃饭？嗯，只要好吃我都喜欢。你这样很难伺候哎，你不要这样子。啊，你想要吃什么？不用了，哎，不用啊，我就看人点。对呢，哎，没关系，他就给他看一下之后，然后打一个饭盒给你。上次那个谢成君，我们在这里帮他办杀青酒，哎，真的吗？然后就煮了一堆菜来给他吃，因为那天刚好他的那个拍他上一档那个8点台剧，嗯哼，然后那天刚好他也很够意思，然后杀了青就来这边，然后他整天都摊在这里，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帮你办现场杀青，真的吗？真的，啊，那你现在你来，我们也可以帮你办回娘家，就娘家喜宴啊，你想吃什么？我有什么好吃的？我没去过呢。那你想要吃饭还是面？饭。那你要吃麻油鸡粒炒饭吗？哎，可以耶，真的哦，哎，快点帮我去叫一个麻油鸡粒炒饭。对啊，然后跟他说要外带哦，然后谢大健等下带到下一个通告去，然后就跟他，哦，对，然后去下一个通告。怎么两家怎么这么好，啊？真的去下一个通告跟人家那个说这是从三立带来的便当，好嗨哦，真的觉得太棒了，麻油鸡粒炒饭，嗯，现场立刻那个哎，仙女已经在打电话了啊，真的吗？真的真的，仙女没有，就是仙女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飞机一波，然后那个。餐厅就打通电话了。OK， 好，你要等一下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这是一个伴手礼的概念。嗯嗯嗯 ，OK。如果让哎，怎么啦？要喝什么？你看还有副饮料哎。还有什么？就你要喝这个汤还是要饮料？我要。你要排骨汤吗？他要柠檬，柠檬什么？柠檬水。只要柠檬水就好。茶是柠檬红茶，还是什么柠檬？荆棘，荆棘啊，荆棘有吗？有啊，那你要荆棘柠檬吗？骗人了，真的，你要真的有这么厉害？等一下就立刻送来这里给你看，半糖啊，你要去冰吗？不要去冰，要全冰哦，要就正常哦，半糖正常冰。我在点东西吃哎，欸，对啊，我们这里奇怪哦，哪会？就是我们告诉人家这是直播啊，好妙哦，然后就现场在录影，然后嘉靖因为还没吃午餐，欸，有没有这样的直播可以这边点东西吃的？有啊，然后立刻等一下就会送过来，是不是很棒？麻油鸡粒炒饭，然后还有那个荆棘柠檬半糖。对对对，正常冰，正常冰。你看他已经点头了，因为他等一下就可以帮你打。哎，那你要热汤吗？不用了，麻烦。哦，不麻烦啦，不要不要不要。菜单好看，不用不用，真的不要，够了够了 ，OK 了 OK 了。我觉得这样就好。不是啊，我们今天是一个，我们来聊别的啦。没事啊，你不是说聊吃的吗？我们现在让你知道之后说这里。哎，下次你错有。太2018的菜单了，全新的，全新，对对对，每个月都有哎，欸。对，这个他们看没有用，因为他们不能进来吃，啊。真的吗？对啊，这就是for那个我们的员工。这就是为什么要拍三立的戏。对啊，然后在这边，然后他们如果是随时都会填饱你那个孤独的胃。没关系啊，就这样就好，OK。这样就好。好好好，啊，已经去点了吗？啊，点好了是不是？制作人脚在痛了，我还要走出去。我跟你讲，制作人今天一直跟我说他掰咖受伤了，他昨天那个他带小孩带到脚扭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伟大的爸爸，真的，他是一个可爱的爸爸。嗯，好啊，嘉靖，那个这本写真书我们还是要来从这个地方聊。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嗯，先去看什么？先去看文字吧。可是里面有好多篇呢，要先看哪一篇？赤峰街 啊， 啊，哪里啊，哪里啊？其实是很，因为它不是一个扉页的概念，其实它好像就是你用一个两页左右的文字的文章，然后去带出了你接下来在那个文章之后的这一些写，就是拍照的一些心情，嗯，那种感觉，就这是在这本书里面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的。可是这里面就是会。嘉靖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嗯，但这里面感觉比较多愁善感一点点。是这些是我平时不会跟人家分享的，因为我不喜欢分享不好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受委屈，我可能就会自己收着。真的，哦，那怎么办？那就是自己发泄就好了。那怎么发泄？健身哦，还是怎么样？就是健身啊，在家里，还是回家跟小狗聊天？也有。喝个酒啊，在家什么的。那该不会乌尼已经被你训练成一个可以跟你对话的只神犬？哎，真的哎，真的假的？真的，我问你来，神犬乌尼吗？是讲话，不，他会，对，也是这样。他会跟你聊天。对，然后问你，然后我们唱歌也会唱歌。啊，真的吗？你们两个通常唱哪一首？没有，我们就是乱唱。我就想他每次都不要不给人家套话，坏坏。就乱唱，真的吗？对。那他最会唱的歌是？就是。什么歌都可以，他没有什么。比方呢，你有唱过哪一首歌他最有共鸣的？没有啊，就是共鸣啊，没有哎，就是什么歌都唱，就是他的伴奏啊，或是和音，让你觉得比较好的，就是 I love you 啊，
问你 I love you， 然后他就会在那边 I love you 这样，真的，真的。谢佳姐，你骗我，真的。那你有跟他说你好可爱，他会怎么样？他会这样，一直给你蹭哦。嗯，啊，真的，养小狗是你在那个整个那个生命里面算是一种新的那种幸，就是新的幸福感的源泉源，对不对？我有发现，其实有那只可爱的狗狗之后，你整个人看起来也蛮阳光开朗的。是是是是，宠物会带给你一些不太一样的心的那个心情，就会越来越爱，可是他没有 越多爱出来。那你怎么没有带他去上班？上班就屋里在里面。我带他去上哪里班啊？就来拍照啊。不行啊，因 为什么？因为好，比如说下雨天。可是你有叫别的小狗来跟你拍啊？那我下雨天我这是乌尼啊。有前面有一只不是乌尼啦。啊，这个是那个这个日本餐厅的一个、哦、他们家的狗，那是发豆啦。发豆，对啊，我想说乌尼怎么突然间脸那么大？哦、很坏。这只啦。对啊，他也是很可爱、啊。他很可爱啊，他也是明星狗哦，就是只要去到这间餐厅。他很乖，他就是静静的坐在我旁边、哦。对，其实他也是这间店的明星狗，真的。嗯。然后你看，好可爱的一只。有啊有啊，你喜欢狗还是喜欢猫啊？我喜欢狗哎、欸，我对猫有过敏。过是因为猫的那个毛啊什么的会这样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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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很怕猫，就是不知道它在想什么，感觉它突然就会过来咬你，或者是抓你。它哪会咬你？就是抓你啊！不会，它也是在跟你玩啊。尤其是看它眼睛在变的时候啊，嗯、哇，真的很恐怖。不会啦，猫咪也是蛮可爱的。你喜欢猫？我喜欢猫，我就是都可以，狗狗、猫猫都好。狗狗跟猫猫都很可爱啊，我就是觉得，但是他们也一样不可以到我的床上。真的啊、哦？对，可是我们家以前的小狗也是会自己跑上去。我觉得狗狗很喜欢就是主人的味道，然后进到房间说然后它就会自己出来了。真的吗？对啊，它就会自己跳下来这样子，然后它会很喜欢，狗狗都会很喜欢去叫你起床。嗯，是不是？是会敲门。有啊，因为它想要出去玩。它其实是这样想。哎、欸，你在那个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人在澳洲，对，然后到那个地方去会让你这么多愁善感这样子哦。你是怎么样？你只要人一静下来，就忍不住的会想很多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回想到以前的东西，会反省，因为平时一直在动头脑啊，或者是讲话、啊、或者工作，是你完全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就会把它，你自然会把它放在一个旁边的一个角落，所以其实出了这一本那个第二个家见，对你来说就是。主要的你是想要跟人家用文字去分享心情，对，但一时之间真的也写不了那么多，然后就用照片来那个弥补一下那个空白的位置。词穷嘛，不会词穷啦。其实我很、就是、我有很想写一些关于我跟人之间的，好像比如说巧巧啊、心、哦、如啊、伟宁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你就在写一本啊，第三个家见啊。那第三个家里面都是你的，第三个家都是你就是合作过的女人。还不赖哦，还不错哦，对啊，那你刚刚讲了那么多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那个艺人，然后只要合作过的一些、女生朋友都变朋友，男女女应该都是啊，对对 对, 對，真的是，你如何在那个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你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就是必胜的那一招，必胜啊，一定要啊，我来看有没有人来，哎、欸，有留言的话让我看一下。谢佳健来应该是有几下有七嘴八舌，留言这里看得到吗？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手机啊，那个白卡的制作人把手机拿过来，辛苦了辛苦了。他今天一直呈现白卡的状态，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子。哎，欢迎大家留言哎，然后那个来跟谢佳健看有什么要跟他问的。嗨，狗就比较可爱啊，抒情说的。我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哎，我有手机。哦，对啊，你也有分享哎。然后我们现在线上有11000人在三立新闻网上。哇、wow ！然后在安安大明星的那个粉专上面，人就是数字上，因为其实我们把它放在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进到三立新闻网的时候，然后就会看到谢佳健正在跟我们聊天。真的啦，你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是10多少、欸、你来了之后就哎，连我们副总都来看你了，这么帅的大帅哥 ，hello， 对对对，你看你今天来那么就是你就是回娘家这种概念，真的真的，然后大家就会很开心，很温暖的感觉，真的。高雄维纳斯哎，竟然那边给我留笑脸，在那边给我乱玩。好，谢佳健，希望能够再跟巧巧合作哎、
啊，也要看巧巧门框，是这样讲，就是互相吧，互相哦，嗯、真的叫巧巧也来上安安哦，好。他说：“哇，这个问题是自己乱那个，快点给你自己练啦、啊欸！有啦，我有跟、啊、我有去跟珍珍巧说啦，对啊，但是也知道也是要来一个那个。巧巧应该是合作最多的艺人，好聊巧巧吧，好哦聊好吧，那就聊巧巧吧，来啊聊巧巧，好来聊一下巧巧。大家都巧巧，我跟你讲，就是回来这里娘家，就是大家都会把我跟巧巧放在一起。可是你到了你们回家乡也是一样啊，不是吗？对啊，不管去哪里、啊、人家要带他的照片回去发嘛，人家还以为你回来发什么那个新婚照片。真的，感觉来说也真是那一年真的很疯狂哎、欸，疯狂哎、欸嗯，那一年真的是永生难忘了。对，可是真的巧人也真的很好，他就跟着你一起疯狂，蛮配合的啦。有啦，他也是跟你一样是个好人缘的朋友、嗯，我也觉得他也是很体贴很温暖。是是，你们两个就是一种就是。两个温暖人加在一起，所以那一年就整个大爆发，全台湾都感受到你们什么那个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带来的那种幸福感。是是是，那一年真的对你来说，演艺的工作记录里面真的很重要吧，很重要，应该是算是最高峰吧。嗯嗯，高峰就一个高峰，你怎么可能是到最高峰？拜托，你是谢家健，你每次都在创高峰、欸。哎呦，好会说。没有没有，就是你自己也给自己很多的。我觉得家健就是也是一个愿意一直超越自己的人，嗯，可是他的工作的心情跟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一如原来的那种，就是像新人一样的，不要说什么任劳任怨啦，这样也太做作，但是他愿意去做所有他可以配合的尝试，我觉得该做的东西都应该做了，对啊，就是这也是可以巩固自己一些地位很重要的一个你愿意的状态，嗯，其实人可以一直保有一种。愿意那个认真的心真的很难得，我不知道哎、欸，是因为你过去的等待太久，然后突然间你就一下子很珍惜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自己从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走到今天，我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懂得珍惜的人、啊、真的，嗯，不管做什么都要尽全力去做，还有珍惜所有的机会，嗯。你在那个跟粉丝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那个能量？你希望他们给你什么东西？给我什么东西？因为我只是发现说，他们也都很安静的在等你 cue 他们。真的哎。对呀、啊，所以你要直接跟人家讲你喜欢什么，因为他们就是都很配合。这是我看得到了你的粉丝，就你只要出现就好了。然后是哎、欸，他们也都没有要干嘛，默默的就所以他们就手机拿起来可以拍照就好，然后在这边喊两句“你真可爱，你最可爱”什么什么，他们就开心了。他们那一天很知足啊，我觉得就像过了人生快乐的一年，知足就够了，嗯，真的。然后你看他们的留言，就永远就是谢家健你最棒了，然后谢家健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赞美没有问题。有人要问谢家健什么问题吗？这个吗？你不觉得这个很不错吗？哎，都一样的，我不是有七张吗？怎么只有一张？就是制作人喜欢这一张。Oh, OK， 因为喜欢、就是、没有，因为他没有，因为他掰卡，所以他印好一张之后，他没有办法一直去拿，所以他就一次印。这是我们的背板吗？今天的？这是你今天的那个他的签筒啊？这是制作人想要问你的问题。问题啊？他把它写在那个卡片里。哦、oh, okay ，他就跟我讲说你不，他刚刚他这前面已经有问题啦。你喜欢现在的我吗？啊，这是前面的第一个问题。对啊。那你喜欢现在的你吗？喜欢。那以后怎么办？以后更喜欢。嗯，就是每一天都是现在，所以你每天都会喜欢现在的你，也是很会耶，难怪是那个地方不败男神。然后感觉上来说，你有特别想要去跟哪一张卡片现在有灵犀一线签的，想要去抽它出来？这张吗？嗯。好，可以签了吗？当然可以啊，可以，为什么不？他竟然还在那边装客气的跟我说没关系。看他后面写什么，双料师弟，什么意思？他叫你聊一聊你的双料师弟、啊，聊我的、啊，对啊 ，OK， 这是你看他就是这种人，他也是正能量的，他这抽出来没有一个问题是你不能回答，真的、啊，真的，他人超好的，而且可以让你歌功颂德你自己一下，他说，双料师弟给了我一个很多，就是未来的很多的机会，比如说来到台湾。嗯，大家不认识我的时候就会先说哎、欸、大马双料师弟谢家健这一个头衔、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的人生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加分吧，加分，嗯，但是那个开始有就 一路很顺遂吗？
双料师弟在这里有带给你新的压力吗？没有压力耶，真的。对，没有压力，反而是就是很轻松的感觉。嗯、但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跟大家聊啊或分享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头衔不是就会重重的这个担在你的肩上这样？其实我有一阵子已经没有这个头衔了，最近又出来了。是啊，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了这个，在复古，很奇怪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你可以告诉我吗？好，我可以告诉你、嗯，因为他们看到你在台湾的演戏的成绩，然后还有看到你在演艺事业的表现，他们只在提醒一些。跟这些奖有关的人，嗯，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师弟，所以他如果在这里可以有一些入围是正常的。谢谢，感恩，应该是这个意思。谢谢谢谢，我这我非常满意。我这样的解读，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把我框在一个偶像，就是一个、啊、你就是偶像啊，哎，偶像有什么不好？偶像能做出很多的事情。我其实比较希望是以实力为主。偶像也可以很有实力啊，实力派偶像不是这样子吗？但通常大家先把偶像就放在前面。不会，实力派偶像，偶像在后面啊。对啊，感觉上。那你不想当偶像，你想做什么？实力铜像吗？好冷烂、欸、你今天都这样子，你不要那么客气跟谦虚。然后你只要天哪，掰咖的人跑到偶像，因为贪来啦啊，这么快？我们跟你证明的啊，我们没有骗你啊，我们還，你看，哇，不是开玩笑的哟、哦，真的真的，而且我们还找了一个那个维纳斯，对啊，谢谢，我们找了一个，这样你有满意吗？非常，随点随到，然后但是没有桌子哎、欸，不会要我现在这，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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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啊，没有没有，他是让你好放而已，然后你有口渴的时候喝一下，想吃的时候那个挖一口，你没有哎、欸，我刚吃过啦。所以我刚刚知道你来在那个地方一直在等待、oh、我跟你说真的太有诚意了啦，我们要证明一下这是、啊、你刚刚告诉他那是热的吧，然后这是冰的吧，我刚刚放在脚上就是那种烫烫 的, 的感觉，麻油鸡炒饭耶、欸、给大家看、哦、啊，快点汤匙掉下去了，赶快来帮换一个来，不用不用不用，这个就是麻油鸡，麻油鸡粒炒饭，我没有吃过麻油鸡粒炒饭、欸、就是鸡肉这样，哎、欸、等一下啦，我待会帮你洗一洗，不用不用不用，还好还好，哎、欸、来人啦，换一根新的汤匙，怎么可以让客人那个掉到地上的汤匙来拿起来用呢？这里就是一个这么轻的、啊，好喝吗？好喝。我喜欢吗？喜欢，很酸。翻到很酸。哎、欸，我看一下，我们点餐服务真的大家非常满意，棒棒的。谢谢维纳斯，是啊、棒棒的耶。好了，你就我们今天就是谢大家今天来的直播，就是一个吃饭秀的概念，因为而且我们秀大哥拍得很开心，很难得有人在那边吃饭给你拍，是不是很好？嗯。跟你讲真的，我都没有跟你乱点的，我真的都是很认真帮你在找，真的，安安很贴心，是啊，因为佳健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来一定要让他很开心，而且佳健是三立的好朋友，也是三立新闻网这边很喜欢的艺人，其实你都可以知道说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温暖的地方，然后遇到温暖的人就大家就是互相的用温暖来交流这样子。我还记得一次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改装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在这边办记者会吗？对啊，你还记得签书，我哭得要稀里哗啦。是啊，就这里啊，就这里。你跟乔乔第一场那个，哦、这是毕生难忘。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里啊，对，就在现在这个地方。而且那边都粉丝满满的，都是粉丝满满，然后满到我们这个台子来。那是你的第一场，第二场活动吧？第二场我说只有你跟乔乔而已吧？那一次还有谁？哦，那是。书的那是爱玩客，爱玩客，一个在这边野餐，大家还带了很多食物来、嗯。那第一次，那是第一次，那第二次是我们的结束的。那个就在楼上，那真是让你哭到一个整个那个也真的是很厉害、哦。那是那个宝贝四千金那时候那个最终回的粉丝见面会，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让你开始跟粉丝最多认识的地方。没错没错，然后你就开始跟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特别的，就是后续的互动，后续的互动。对啊对啊，因为你也要。真的是我觉得都是互相的啦，他们也会让你觉得说哎，继续成为朋友的感觉，因为有些可能你自己也会有很多你自己的心情跟想法、嗯、你看吧，选在这里帮你做今天的安安大明星其实是有很特别的意思，所以其实就算他从现在开始都不要讲话，我相信人也会一直越来越多的。是的，现在已经在那个地方，你有看到那个数字不断在陪伴着我们大家，然后我跟你讲的是一句实在话，都没有人要问你问题。我跟你讲，我就不是一个有问题的艺人。啊、对，我会问他问题的只有记者。对，是没有什么好问，大家就是觉得好像
我就没有什么歌也是个很温暖的歌。哎，这是在讲我吗？哦，好。你确实啊，我对你真的很好，我对大家都很好，因为佳健，你知道我们在这边就是交朋友的，然后因为来的每个人都很认真的在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啊，然后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做特别的那个表演，让大家可以喜欢。哎，其实演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用其他的角色，但是用自己个人的状态，然后去做那个时间的陪伴，然后你就会出现有两三个人，你曾经有那个错乱过自己，突然间。有很多个你这样子吗？有啊，我通常拍戏啊演戏就会是当下的那个人，不管是自己私生活或是什么的话，都会是那个人。所以那时候一飞的时候，你就有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样子，小飞的样子，心情、心态，真的。那你最爱的、最难忘的哪个角色，还是是演过了以后，每个都会很重要的存在者？没有哎、欸，就是演完了就把杀青了，就把它丢掉了。这样很好啊，这样才会有下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啊。真的，那所以你的个人跟本身里面有一些什么，就是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没有角色的时候，就是你在那个粉丝专业上的那些状态吗？对啊，我现在非常自己，就是一阵子没拍戏了嘛，对，就完全就是变成自己。原本的自己是怎样？就是喜欢到处晃啊，起重机到处跑啊。哦，你最近 po 那些照片，原来是你骑重机出去玩，我以为只是一个展示重机，因为你就是拍帅帅的、啊。没有，真的是到处跑。对，所以你是骑重机的、哦，你不是开跑车的吗？跑车在马来西亚、台湾比较难跑啊。哦、真的耶，佳健，哎，有人问问题了啦，这个问，好，他说这些问题他不想回答，不是啦，他说你最爱哪个女主角？刚刚不是有说吗？还是还没讲，而且谢佳健不会回答最爱这件事，他每个都爱。那来谈一谈你爱的那些女人各有什么让你爱的地方好了。这样就都那个的嘛，对不对？乔乔 ，OK 啊，乔乔就是心灵伴侣，他已经到 soulmate 也是，就是不能缺的。哇塞，就是一个好朋友，不能缺这样。真的，所以你们会就是私下经常的那个联系，那个聊天。什么来来来去的、啊、chat 来 chat 去的，也不会，就是有，也不是每天，但我们通常就是聊很正常的一些东西，可互相分享。就明天要买什么菜、啊、有营养的东西啊？那这没有，那是演戏的时候，那是演戏时候，所以一飞的时候才有在聊的。后来就那个菜都自己买，然后饭都自己吃。对，对啊。那你刚才提到谁？林心如哦。心如啊，对啊，心如就是一个。很好的恩人吧，对，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恩人啊。真的，还有谁？韦宁啊，好朋友。对啊，就是我们其实那一群，就是大家通常会出来久久出来聚餐一次，互相分享自己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是，因为很久没有在一起生活，也不知道对方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啊。对啊。哎、欸，这个问题要帮问。哎、欸，所以你在吉隆坡吗？这位他说你有要去吉隆坡办签书会吗？好像出版社没有这个，把他推了。好像出版社没有这个打算，没有预算。那你有什么时候要回去吉隆坡？然后他们再自己带出去。我过年会回去哦。那过年的时候大家。但我不会有活动啦。哦。自己哎、欸，你现在在那当地应该也是真的很忙碌吧？不能随便在路上走吧？我不知道哎、欸，我太久没回去了。你就打电话问你叔叔就知道啦。我其实自己很想在马来西亚办签书会之类的。那为什么不去？但因为就叫家乡的那个、就是、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哦，对啊，对，我希望可以啦，毕竟我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对，真的耶，所以这是一个有曾经想过的问题，只是我一直都把它放在心里，就是我也有跟公司或者是出版社聊，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规划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在说耶。是啊，对啊，我其实第二个私心是想说把这本书带回去，让马来西亚的人看到台湾的美。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也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这是这本书里面让我感觉到了。我刚刚在跟佳健聊天，我说，哎，其实这本算是某种旅游书的概念，对不对？就是你在台湾这个地方，或是说再缩小一点，在台北的很多街道里面有留下你的足迹，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吃喝玩乐的那种私房景点，对，比如说宁夏夜市啊，超多东西吃的，
炒米粉啊，蚵仔煎啊。虽然我们没有认真的把米粉水果特写，还有一些可以捞鱼的、啊。对啊，虽然它都只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蜻蜓点水，然后冰果，冰果室，冰果室，这个真的太酷了，這個、哇！各种各样，你光是那个照片，你就是空腹去吃，你都可以吃好多种不一样的东西。很少人空腹在吃冰的，这位谢先生是甜点吧？好好，甜点好了。就是、空腹吃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跟心情。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一次呢，佳姐呢，在这个发行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贴心的送大家很特别的礼物哎。嗯哼。哎，你是真的要送人家去玩哦？这是抽奖的、啊、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回函寄回去。是认真的吗？是认真的，这是说到做到的，就是我的我们家冰心旅行社赞助的一个配套，就是一加一的飞机、怎么飞机啊，一加一的机票机加酒吗？跟饭店，对吗？五天四夜、哦、我刚才问他说这是认真的吗，他说是耶、欸、是是，然后他还跟我说一人中奖两人同行，市价77000元，这是认真的，认真的。好、哦，所以这个抽奖活动还在进行中吗？在到一月底吧，好像是到一月底。我自己倒是没有认真看到他。赶快赶快把那个回函寄回去，然后你就有机会抽奖，还可以带一个朋友，或者是这里面的回函男女朋友都可以，家人也可以。这张哦，对对对，就这张。其实很简单，填完这个所有的问题，就可以寄回去了。是哎、欸，嗯。1月31号哦，之前就是啊，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或是什么这样的概念，就是我抽到你就是你了哦，所以你会自己、欸、你可以放一个 mark， 然后我可以这个是你最好啦，那已经人山人海的整叠在那边，我现在寄回去的时候真是乱折，然后乱折，然后等一下那个信差不开心怎么办？不会不会，我抽的哦，你抽到哦，嗯，好，那要什么方法才能让你看见？才会被谢家健看见，就要买第二个家健，买第，真的是很，哪会冷？不会啦，因为有些时候还在讲说啊，那个今天制作人在讲说，哎、欸，今天那个家健来说，对啊对啊对啊，他说那你有特别想要跟聊什么？说啊，就是朋友哎、欸，我也不知道怎么，嗯、就是帮他好好把他的书宣传一下。嗯，那我说他就人坐着就好啦，有需要在这边多废话吗？需要啦，不然的话等下没人要问问题。不会啦，就他们也没有问题啊，就他们对你都只有赞美啊，就这就是你的人生遇到的状况啊。会再出书吗？文字的部分可以多一点吗？可以可以可以，我有想说再出一本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家健。哦、oh, ，又或者是渐渐最初的加渐、最初的加渐，因为 maybe 就是一系列的吧，哦、oh, ，或者插画，很有想法哎，嗯嗯嗯，真的很酷哎，但是看有没有很诚意的出版社要找我合作，因为马来西亚就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间，对对对对对，哇，好哎，那就大家也可以去那个集气一下，如果想看的话就去留言好了，起重机都标多速啊，标速多少？就是在时速安全的那个范围里面，不能超速，因为等一下会被拍照。对啊，但是这只是官方言语。不会啦，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那种安全须知啊，就对你来说，就是最多100啦，但是你是一个享受速度感的人吗？我喜欢，但是我也很怕。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年轻的时候这位先生不顾一切这样哇狂飙呢，哇100到200那种。吉隆坡曾经是个飙仔吗？小时候是哎、欸，所以来台湾才会拍那个什么《龙门客栈》，才有那种侠客那种感觉吗？就是有一种台的感觉吗？还是不是不是，就是有一些比较酷，飞仔哦、不是是飞仔飞仔的感觉，对啊、飞仔的感觉、啊，有有有有，我喜欢这种感觉，自己私底下。谁？可是你们在飞飞的感觉，你们在吉隆坡。没有皮衣可以穿啊，这样骑起来，那你要穿什么？没有哎、欸哦，我们其实就是牛仔裤，我们不会像我以前不懂嘛，哦、因为现在玩在台湾玩重机才知道哦，我一定要穿完所有的安全配备。对啊，以前没有的，以前就是我穿牛仔外套就好啦，就觉得帅帅酷够啦，就砰那，然后到那边哔哔哔吼，一直在按那喇叭这样。小时候吗？所以你在那个家乡有一批那个。飞车的朋友，我表哥啊，还有那个表弟他们、啊，我们前是有一种大爆料，把你家人都那个全部都把他找出来，然后各自有各自在那个家乡重要的工作跟那个心情。嗯、对对 对, 对、啊，现在是主要骑帅啦，不骑快。家健可以唱歌吗？拜托，这是你自己问的吧？没有啊，我哪有骗你？
谁叫你自己那天在你的 Instagram 上面要 po 那一段唱歌？到现场才可以听到的吧？没来。你说明天哦？对啊。啊，那可是我明天没有去哎。所以在拜托啦。唱什么？都可以啊，唱你想唱的歌都好。突然间想不出来。没有啊，那你会唱《听见下雨的声音》吗？不会。会啊。哦，真的哦，那你就唱这个好了。怎么唱？我不会歌词啊。你不会歌词，维纳斯。谢家健说只要有歌词他就会唱哦。谢家健准备要唱歌，那不然大家开始点歌好了。一小段啊，一小段。对啊，可以啦，真的，家健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今天来宣传那个他的写真书之外，因为书卖太好了，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我希望有第二刷啦，但是好像没有动静最近。哦，真的吗？嗯。可是刚出来的时候。我好诚实哦。不会啊，有什么关系？现在出版业就是在一种某种寒冬的状态。对啊，其实很多国外、马来西亚都在消费啊、询问啊，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哪，谢家健准备要唱歌，现在大家都很期待哎。谢家健会想要挑战当一个唱跳的歌手吗？没有，这是月儿说的。不会啦，我这么那个斯文，怎么唱跳？斯文跟唱跳是两回事嘛？唱跳是一种表演的类型而已啊。慢的动作还可以啦。哎，你现在硬好了是不是？不用印啊，我这边有了。哦，真的哦，他自己找到了耶。男神今年有要出 EP 吗？在规划了。哦，真的。但没有一定，就是还是要看那个机缘，因为我觉得发片这件事情是，其实要发很简单，可以就可以发，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好的 planning。真的。不然的话，发了就没有人要听也奇怪了。不会啦，浪费的。哪会啊？那你会找那个曾志乔来合唱吗？我希望可以啊，我一直都很想跟他一起合唱一首歌。哦，真的？那他那次那个发了一下他自己的作品，你也应该要去那个跟他那个互相的。他现在在清嗓子哦，因为他准备要唱歌了。不是，因为刚刚我喝了这个，你知道喝这个就会那个升糖。不会啊，哪会升糖？喝那个就会生津止渴。而且还会让你那个养颜美容 ，OK。而且还会让你那个唱歌棒棒 ，OK。然后呢，要唱吗？唱啊，当然啦，唱一小段就好了。可以啊。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热恋的时刻最任性，不顾一切的。给约定，没有唱得很好了，我知道。就是你拍完这一段之后，然后刚好那还有一小段啦，就把它唱完吧。是还是有那个啊？那在唱完之后，那个掌声就会两倍，因为刚刚这边就是一起就会在拍手，还没有开声。对啊，所以刚刚那一段就在只是在开嗓而已。OK， 现在这样唱歌，掌声鼓励，欢迎谢谢最后一段啊。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发现你始终很靠近，默默地陪在我身边，态度坚定。耶！谢谢谢谢，好捧场哦！哎，你唱歌很好听啊！你原先打算是从歌手这一行进来演艺圈的？是啊，只是没有那么的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但后来发现你在演戏里面，就是魅力更加的，就是找到比较自在的自己吧。自在，找到一个比较疲累的生活方式。自虐，有啊，但是你在自虐当中觉得都是很开心的，这也是从一些剧组的那个口中知道，就是说，哎，其实，在多么的。就是敬业啦，应该是这样讲。你永远都会希望给人感觉是敬业啦，不是难搞。敬业跟难搞也是 OK 啦，你知道，就是大家各自有自己的解读。就是必然一定会造成一些，就是大家各方自己的说法。没错没错。但是、做好自己就好。对啊，就是无愧于心的那种概念。你永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那个本心没有去要对别人造成伤害，就是一件很重要、对吧？对对对，是吧？就千万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对对对、然后每一种对自己的求好心切，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一样，跟我一样，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只是他们有些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这样说出来，也许这样说了以后，大家更知道说家健其实
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就像你在书里面透露出来的那些、那个文字的时候的心情，其实在你心里头只要产生过激荡的，你一定都会非常非常深刻的把它记着，到了有一天你一定会拿出来说，该说谢谢或该说什么，你就会如实的去呈现。是真的，谢谢谢谢你。这个音乐出来是要结束了吗？没有啦，他是给你伴乐，因为他觉得刚刚你唱歌很好听，他是想说你都不唱了，所以他才给我一个这样的那个配乐。是吗？对呀、啊。现在几点？你干嘛、啊？你急着上下个通告？没有。我随便帮你抽一张。夏米，女神。谁是你的女神？很多啊，我觉得合作过的都很。天哪，所以你可以开一间庙嘞。哎呦，都把他们放在里面，都照片放在里面，那谁要供在最中间？哎呦，硬要的这个。别这样，别这样。怎样的人在？好了，你也是一个男神，然后大家会这样说你，那你觉得怎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女神？我们不要说人好了，我们不要特地讲谁，就在你的心里头，怎样的状态的一些你的合作的女艺人啊，或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合作过的，就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觉得谁可以被称之为女神？怎样的条件跟？女神啊，我觉得不管是内在或者是外在，都是很正能量的啦。你真的很爱讲正能量这三个字啊。正面的，或者是很积极。积极、哦。然后，对，就是可以感染，就是可以给人家保佑的那种。不，可以感染到身边的人去，去很积极去做事情吧。嗯。对，我觉得这个在我心中，心如一直都是我的女神啊。嗯，就是你在他身上得到很多你刚刚讲的那样的那种体悟跟那个人情之间的互动。嗯，就是一个被男神称女神，就很大方的一个感觉，大方的感觉，很大方去包容或者去做事情啊什么的。所以你那段跟他合作过的工作经验，对你来说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生历程。是，我学习很多。嗯，而且那也是一个就是还蛮成功的作品。没错，真的，然后让你也得到了很多的肯定、yeah、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喜欢在演艺圈里面交朋友吗？我以前在马来西亚不交的、不大真的、怎么说，在交那个圈内的朋友。为什么？我比较，可是你生活所及认识的都是这些人啊，所以啊，不喜欢啊，不喜欢太多。讲、就是讲话。我知道为什么啦，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还有一起长大的那个朋友。嗯，所以比较就是还像还好。来到台湾就都是全新的认识。然后你在这里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演艺圈，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长大的朋友。我没有想到这点呢、谢谢你提醒我了。所以他们应该是这个感觉，一起长大的朋友。因为一起长大的朋友跟娱乐圈那时候的我完全不一样啊，就是觉得怎么这群朋友跟我长大的方式不一样。那我现在来到台湾，一开始就是接触娱乐圈的朋友，所以变成大家都是一样的。就你回去找一些可能就个性上比较能够相贴近的。提醒我了呢，是应该是这样、我一直找不到这个为什么？为什么、原来是这个样子。真的吗？真的、我讲对了、所以我来到台湾，我会反省，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跟娱乐圈的人比较容易交朋友。嗯，而原来是这个点，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环境中。那、你就是一个从异乡来这里奋斗的人啊。对啊。但我以前不会是这么想啊，我想说我尽可以就避免不要在工作的环境中交朋友。所以我们也相信你在娱乐圈里面也没有真的所谓那么多的朋友，就是到可以谈心的那种，就是像你如同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那种感觉。认真说的嘛，因为你自己最清楚你生活里面现在的状况。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天哪，不小心讲到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真的谢谢你，平常心。平常心就是我想先问，为什么你要写这三个字？你看到新闻吗？他很认真的那个、他研究你很久，毕竟你是他做的第一集安安大明星。谢谢。他研究你已经研究一年了。今天都已经100多集了。啊，平常心啊，我觉得不管面对什么事情都平常心。什么叫平常心？你的平常心是什么？既来之则安之啊。这是你的平常心。或者是有一种平常心是说，我就是一定要得到他，就是我平常就是这样想。真的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平常心就是平常的最常
存在的心态，最常存在你生命状态当中的一种心态这样子。哦、OK， 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既来之之则安之的人，嗯，这么随缘。随缘，对。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变成要随缘，看破红尘？没有，自己以前是一个非常会去计较自己的得失，嗯，对。后来想说、嗯，好像这样子一直在虐待自己，也不是没有虐待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啊。因为其实生命中还有很多该去珍惜的东西，哦、嗯，不何必为了这些小小的事情，那么的、那個，你自己那个从这里开始刷一下，就网上刷都是什么好好听的那个评语。有吗？当然啦、啊欸，我哪有骗你？我刚刚根本没有开声哎，我觉得有点。所以你要再唱一次吗？我觉得声音没有太稳。所以你接下来要唱什么周兴哲的歌吗？还是？周兴哲的歌太难唱。对啊，但是你们都很爱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欸。就是逼死你自己。那你可以唱一下，我 OK。什么啦？哎、欸，这个还不错。女儿啊？那有他想要养一个儿子吗？我有个女儿了。但我那就养一只小公猫跟一只不要啦，他们不会吵架啦，你就养一只短毛猫就好了。会争宠啊？猫也，嗯，猫应该，嗯，他们两个会吧？他们搞不好联合会欺负你。那变成张轩瑞是，对啊，他一只猫一只狗啊。对啊，嗯，他的狗也是很可爱啊。他也是柴犬。对啊，嗯，所以你们会让他们见面吗？跟谁见面？就是你家的小女儿跟张轩瑞的柴犬。没有，没见过哎、欸。你们应该办一个什么柴犬见面会啊？我说，感觉还不错哎、欸，真的很好。你哈，所以你没有考虑这个帮他，就是找一个那个老公吗？不用找老公，为什么要这么狭隘？他不能找朋友吗？或找兄弟姐妹啊？其实他很多人跟他相，很多人想跟他婚配吧、欸，我就知道、啊要欸。但我一直没有挑到好的。我太挑，你是认真想把她嫁出去的、哦？没有嫁啦，就是可能让她就是生，但我有点不忍心。对啊，但我如果要把她结扎，我更不忍心。不用就让她那个哦，所以你没哦，嗯，还没结扎，那你这样照顾起来就更费心咯。是，对，她最近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生理期，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要好好照顾他，不要着凉，然后不要那个。所以你有给他吃麻油鸡吗？麻油鸡炒饭你要带我去看。太油不能吃。不是，那太咸，他不能吃咸的啦。对，掉毛，我很顾他的毛。真的，这翻过了吧？生活哪有翻过？生活就是呼吸啊，没有啦。生活、欸，哎，你在生活当中最注重的事情是什么？生活最注重的事情，最注重的是隐私啊，或最注重的是快乐，或最注重的是快乐、啊，或最注重的是什么什么，会注重的是美食，或注重的是享受。我觉得都是综合的。你看有，我喜欢吃美食，我喜欢很轻松的生活，我喜欢很愉快的朋友圈，然后唱唱歌，嗯，喝喝小酒。聊聊天，这是都是我觉得生活中必须有的。哎、欸，这有一个人说，请你去把乌尼结扎。哎，他说这样老了不会生病，我也不知道。很多人这样跟我说、哦，真的吗？但是因为我以前养的是那个、嗯、是那个男生狗公生，对，所以不知道女生狗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哎、欸，要开刀很痛哎、欸。哦，对啦，你试试看开刀看看，很痛哎、欸。好，现在见我自己对疼女儿的方式，我们也不要去勉强她。你有特别想要让她回答什么问题？我没有抽到的吗？啊，她最爱你写梦想版了啦。梦想版，就那边贴一大堆啊，就告诉人家梦想是什么。你应该很有感受了吧？你是双料师弟耶，而且现在又是那个一代男神，你要黑色还是蓝色？黑色好了。梦想是什么？对啊，而且他用左撇子开始要画画咯。What dream is？ 然后哎，这个直接在这里自拍是在你的这个手机吗？我来看一下大家，哎，大家真的是对你很那个。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还有你的心情哦。最近有在追哪部戏吗？最近我有在追韩剧那个。花什么孙悟空那个叫什么花什么的花果山孙悟空忘记了那片名叫什么Adventure 那个花游记谢谢
哦，花游记啦。哦，你最近在追这个、哦？对，然后昨天刚看完荼蘼。荼蘼就是之前都没时间看了，是昨天把它看完了，真的。嗯、然后还有《我的男孩》。哦，对。那也要看一下那个啊，哦、还有那个《恋人》。已读不回，这样我没有讲的话，Hans 会生气哦。对啊，等一下，已读不回的恋人很好看哦。对啊，等一下写那个。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女主角。你说豆花啊、哦，蔡华。我一直有，其实曾经想过，很想跟她一起合作。哦，你现在在点菜的意思哎，终于有那个一个新的那个。有想过哦，我蛮喜欢她那个气质的。哦，是哦，嗯、好哎，我想不出来，一直聊天，梦想是什么？没关系啊，梦想就是。等下最后再写好吗？好啊，最后再写啊，这样就刚好那个拖延到下一个通告的时间。不会，你今天就整个满满满哎，你人生喜欢就是把工作塞到无敌多，然后突然间一天把事情做完，还是喜欢有那个节奏感的，就是突然间工作休息，工作休息。我喜欢满满的工作，然后满满的休息，就是工作一个段落。然后再好好的休息、哦、所以你通常要多少休息的时间才会让自己复原？我以前啊一个礼拜就可以了，现在没办法，现在有点懒了，我差不多休息3-4个月了，我觉得、啊、有点小懒，不想工作。哦，是真的。哦，和豆花的合作有啊，你刚刚讲完就有人在讲，很期待、欸啊、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啊，谢谢谢谢。是啊，那你想要演的那个内容题材可能是想怎么样？你帮大家想一想好了，演了这么多，你总有一些想演的故事，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人写出这种剧本吧？哦、对不对？哥妹俩吧，就是家里头的哥哥跟妹妹，其实也可以。然后最后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对对对。这样很纠结，这很好啊。我觉得他们都会想要看这种戏。哦，就是突然间，突然有一天，然后，哦，嗯。就是演哥妹俩，最后才发那个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要到第几集再发现？差不多一半后了吧。然后你再去演，就是要从哥哥变成那个情人嘛？情人那种。好洒狗血啊！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看的、啊。哦，好，那哥妹俩嘛，好，那这部片就叫哥妹俩好了。对不对啊？哎，说不定你有认识一些什么编剧的朋友，就直接跟他讲啊。嗯、那他们开始就写了。OK， 哎，哪天如果真的有这种戏的话，可能就是下一届你给的灵感，然后不晓得被谁这样。真的啊，我就是想说，演员很喜欢在，就是也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我想演一些特别的角色。那我就心想，那你们自己心里有个故事吗？就是对不对？一定会有，每个人都心里都有自己想要演的一个故事，就是哥妹俩。OK 啊，我跟对啊。好，那你啊，那你想要谁演你妹妹？那不然就蔡黄如好了。对啊，不错。哦、那也要看他的档期有没有瞧出来。对啊，现在有剧本呢、欸嗯。你也是啊，何必这样讲？你们就是两个神的那个交流而已啊。哎、你先去跟钟成汉讲一下好了啦。钟成汉、啊。对啊，他最近有在跟那个豆花合作，不然又抠他。他又忙着做爸爸。他好累哦。不会啦，他看也是蛮乐在工作，他还是很敬业的人。他是有啊有啊，然后把那个角色也是就是诠释的让大家就是他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有有有态度啊、嗯、这方面啊，就是都是你们都是一些认真的表演者，所以才会做出那种非常那个精致的好看的那种戏剧。谢谢，真的。哎，你既然没有要那个，那还是要留下。哎，这哦，来了来了，我要开什么东西，要自拍啦。梦想还没写是吧？梦想版、喔、梦想是什么？等一下再写没关系啊，快点，你要先留下3张自拍在安安大明星上的自拍吗？对啊。哎、欸、我们虽然只有这样聊天、要自己的可以啊，你先拍你自己，我再那个不小心偷跟你一起拍，这样可以吗？你可以把今天的午餐都拍进去啊，你可以把那个制作人为你特别做的那个可爱的那个天筒，这很用心哎、欸。然后，哎呦，还好我们的餐点那个包装还蛮精美的。哎，后面刚好也有那个、欸、板子哎、欸。拍完了、哦。哎，啊，你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啊，他好像是来跟我讲说时间哦，你这样哦，没有吗？现在几点？哎，4点而已啊。就刚好符合我们的那个状况。还好。对啊。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吧？大概还有1个小时吧。就我们就坐在这边就好啦，有没有干嘛？你看你坐在这里，时间就自然流逝，然后人也是越来越多那种感觉，就是蛮好的。这样子，如果我们大家都
愉快而那个开心的工作者。什么？宣传那个签名会吗？我们一开始有讲哦，现在再讲一次吗？好，他签名的是吧？啊，明天哦，你们现在看他用左手签那个写梦想版，明天他就会用左手帮你们签名。然后明天啊，不是吗？是啊，你现在这样啊，你都用右手签名吗？左手。对啊，然后明天那个下午2点钟，在高雄梦时代一楼幸福广场，然后明天的晚上的7点半，嘉健要到台中的那个成品。成品那个真的吗？哦，谢嘉健正在认真的写那个梦想版。哎呦，这样拍起来这个取景还不错，有生烟送你的花，然后还有那个明天你要活动的板子，还有桌上有你今天喝的那个荆棘柠檬，还有那个便当盒的盖子，看到我们的咸鱼鸡粒炒饭。哎，不是，哎，那是那个麻油鸡粒炒饭。今天我们就是一整套，就是有一种跟家人那个聊天的感觉。怎么啦，制作人？掰卡的制作人今天一直要跟我说什么？没事吗？现在正他一次这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分心的跟我们那个讲话。我要自己来。哎，你喜欢双子座吗？喜欢。有多喜欢？非常。所以如果可以让你再选一个星座，你会想要是什么星座？天蝎。为什么你不喜欢处女座？还好哎，但我觉得处女是比较挑剔啦，对某些自己的一些事情。哦，真的。对对，天蝎，我喜欢天蝎是因为敢爱敢恨嘛，对，做事很利落。真的，这就是你那个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个双子的另外那个你嘛。对。真的，我本身处女座哎。啊，你是啊？对啊，很好啊。我也觉得很好。安心雅也是处女座。是啊。对对对对对。那也是你合作过的朋友。电影，我好久没拍电影了。哎，对耶。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拍过了，但只有台湾没拍过。拍电影也真的只是一件比较那个。提花的事吗？也不是提花，就可能要档期啊，各方面就是要更多的那种预备这样子。对，我觉得电影是需要很就要做很多功课的一个东西。是，真的真的。你写完了梦想版了吗？因为你的那个经纪人一直很担心下一个通告赶不了。会吗？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那个啊，真的吗？很近吗？在附近而已。好，快点告诉我们梦想是什么。谢嘉健的梦想版写好。梦想不一定会实现，我是写简体耶。没事啊。但绝对是让你往前走的动力。哦，是吗？也是，但是就是你也是蛮实在的。实在。可是大家都想要实现啊。我不觉得梦想一定是，我以前梦想要做一个开飞机的。不是。我梦想很多，我以前梦想很想当一个服务员，就是围着兜兜那个，就是我大概懂你的意思，这样，或者是一个婚纱设计师，都是我的梦想，但我没有哎。那但我做演员就往着他这个梦想走，因为我就可以在里面演到服务员，我可以可能有一天可以演婚纱设计师，或者是演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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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也是我的梦想，所以你是大家这个某种心情跟想法，就叫大家逐梦要稍微踏实一点，或者说真的要往这个梦想前进，就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往这个方向前进的应该要做的准备和努力。它一直会是你往前走的，但要一直有梦想，对对对对，才能够让自己就是活得很精彩，这样子，活得很有动力，跟活得很有自己每天不断可以让自己往前迈进的那种动那个心情，这样子感觉真的是有一些男神特别的那个见地。哎，欸，谢谢。不客气。制作人跟我说你的那个经纪人一直要把你带走。真的吗？现在到底几点了？现在就是4:05。还好。哎，欸，是哈。好啦，那个节目呢，哎，欸，对啊，你看4:05。Oh, OK。好啦，最后再宣传一下你自己明天的活动吧。今天非常开心那个嘉健来到现场，真的太开心了。谢谢谢谢谢谢。感谢谢谢，对啊，你姓谢。啊。
真的、啊、直接跟你把名字来谢家健，就是你说谢谢家健那种感觉，跟感觉很好。还没有困，我们要认真那个。明天呢、哦？明天啊，明天1月20号嘛，明天最后一场，签书会。会是在2:30的高雄梦时代，2:30的高雄梦时代是倒数第二场，最后一场在台中，就是高雄看不到人要去台中，因为那是晚上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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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是高雄，对、啊，明天有两场，但也明天有第二场跟第三场，第三场也是这一次他在目前排定行程的最后一场，就是台中，7:30，7:30在诚品3楼。对，如果大家就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有特别想去跟家健见面的，然后就选好了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你也可以去一日游、嗯、因为家健这次的那个出书的概念就是也希望宣就是为他喜欢的城市喜欢的这个地方多做一些推广还有介绍、嗯、我觉得一个艺人有这样的那种心情感觉来说真的也是蛮温暖的。其实我粉丝很棒耶，他们几乎都到我 这些点去拍照，然后自己都是拍照，嗯，所以他们有去那个床那里拍照吗？他们应该不知道在哪儿了。那你明天再告诉他们好了。有啦，有说在哪里，只是他们不知道是哪一间房。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看你要不要跟他们讲啊、就是为明天埋下一些小小的那个惊喜。OK。对，然后那间房就会一直客满，他就会很累。好，我们终于找到一个那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叫谢家健来上节目。好，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真的非常开心跟家健在这里，就是无话不谈。嗯，然后也好像听起来都是闲话家常啦。是是是。但是这就是大家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不管是表演上面的你还有生活中的你是都一样迷人，然后非常感谢家健今天来到这里，安达明星下次见，谢谢家健，谢谢，拜拜，祝你签书会成功。